女人懂得控制体重才可以控制自己人生，上一刻要留住最靓线条，把握 timing， 不行人哋的路点减由你体质决定，下一刻不反弹才算是终身成就。减肥不是任务，而是女人应有的态度。将我咪同而家一样咯。I am Boss Lady 向日葵，我个 number one 纤体专家。